今天要来主持这个新春戏友联谊餐会。我记得我已经主持过很多次了，只是我之前都没有记录。那我今天想说有空那就来稍微记录一下吧。但我这次都没有先准备，我等一下也不会出包。反正我有另外一位一起主持的搭档叫韵文，他应该可以 cover 我吧。嗨，你好棒哦！棒什么？还没换衣服？学音控？好啊，怎么？心里过来学。这是他们准备的抽奖礼物。现在韵文不知道走去哪里，我去关注他一下。你这里有那个的名单吗？就是只参加人的名单。那怎么介绍嘞？那就不要啦，跳过啊。好，我致辞，然后你就后面接这个给你好了。好。好，有请总会长上台，谢谢总会长，这给你。面吧。他有带一个小本本。对，我带小本本。自己自制的，我的很随性。原来今天的酒有人赞助啊，是怡康饮料赞助的红酒，感谢。然后现在是10:55。还有很多人没来。好紧张。我们是第几次啦？第几次来这里啊？三次吗？三次啊。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，好，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。共襄盛举。哦，太难了，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。好。这个给你好了，我觉得好烦哦。这个难得的盛会，感谢银监系系友会校友总会各位来宾。好 ，OK。好烦哦，那我就不会直播。我一直在等待你捕捉你的笑声。进不去，动太小了。太久没有用了，耳朵。蛮黑的哎。外面的。你要黑的。后面不用。我不用带吧？好吗？你不用，你不是那个吗？也很小，我很小，超超紧的，不一样哎，笑声不一样。你很烦。彩排完毕。我这边是院长。好，那我跟你一样好了，不然你会乱掉。院长先。好，院长。辛苦了。哎，奖金送给你。好、哦，怎么这么棒？我抽到 iPhone 怎么办？我真的会拍谁？他因为平常我下踢到我个观察个那个，丢呢，我个撸喽，来加 Four Mates， 再加嘛 Four Mates。一而再，再而再，三而再的崇拜。在搞自闭？没关系。没空拍耶，我真的好烦了。这是我要做记录在自己的 YouTube 里面的，就是会有我就对了。但是我不一定会做，因为如果真的是没关系，我帮你剪，那就全部都给你。好，可以可以，我会剪。好，现在后面有一位阳性女子正在自闭，自己在跳恰恰，她在练习自己的舞步，还有一些待会上台的台词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下辈子做一只马吧，不要再做羊了。这是我的唇跟脸，不要记我的电话号码。好，我要去准备抽 iPhone 了。今天的头奖是一只 iPhone 15。现在讲个感想，虽然才还没开始，但是可以开始讲感想。就是从来没有做任何准备，我到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才把他给我的稿子印出来去练习，然后这个人还在崩溃。他想要看怎么投胎，他很紧张，我的妈呀！辣哦辣哦，高跟鞋哦。不好意思，拍到我自己了。哇！很闹，你是要放松我的心情是不是？对啊，看不出来，其实生过几个了，两个吗？两个，真的是看不出来，辣很辣很辣，前面束缚三层。开始哦，我吗？对，好，
现场的贵宾老师及学长姐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影剧工程系新春暨游联演唱会。我是今天的活动主持人玉王，我是允硕，非常荣幸能和大家一起共度这个美好的盛会。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，在座的每一位戏友都是我们音乐系的骄傲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分享在校时的点点滴滴，以及在业界的成就与经验。也感谢在座的那一位贵宾，我是来过前来的贵宾。反正我刚才有点在开玩笑，所以忘记了。OK， 彩排结束。各位贵宾、老师及学长姐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玉王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玉王，我太紧张了。我是允硕。在这边我们可以分享在校时的点点滴滴，也可以分享我们在业界的成就与经验。今天难得的盛会，我们要感谢影剑系系友会的支持与赞助，感谢校友总会唐奋龙总会长的大力促成，系友会的吴老会长，这个人刚才讲到后面整个大沙哑，然后我们系友会的副会长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会长，老祝大家心想事成，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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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结束校友奖、院友奖及系友奖。My God！ 好，我讲完是不是？讲完了。你根本就没等我就跑来了。对，谢谢。好，我去那边拿酒。有我的吗？这可以用吗？可以。谢谢你，下来找你啊。我有洗手。谢谢。学弟，锅夹子给我吃，红酒给我喝，两句送满。先唱。好吗？快点，你跟我一起唱。免费的摄影师。免费的摄影师，你给他偷拍一张。好了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换唱时间。没有大家太害羞了，所以主持人今天自己秀一番。我希望大家玩得开心一点，今天就回去好好的睡，明天睡到自然醒这样。但是没有自然醒，我就不能唱出口。准备抽奖，来那个我们先帮我摇一摇，摇一摇哈，我摇，哎，他摇，还没摇好啦，透明的我转向你们，没有作弊，没有作弊，五张给我，对，好，总共现在五位出来了，好，一张，请我们主任唱名，庄宇硕。
是我，是我，第一位是我，可是我想要手机耶。三台气压锅，压缺一台。谢谢，恭喜得奖人。没有吃东西，然后非常烦，就是工作电话一直打来，不想接，能不能自己处理事情？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，我们要准备去神采飞扬唱歌。然后这些男人呢，都没有帮学妹帮忙拿便当，都在外面弄榴莲。这个是这次戏友会要送的礼品，是一只雨伞，颜色还 OK， 只是我现在不想拆开。OK， 谢谢。我们剩下的没喝完的红酒，绝对是没有要买醉的意思，是要纯唱歌。然后明天要什么？哎，你的，喂，十八岁了吗？可以喝酒吗？十八了吗？八。二十年前，OK， 我没有酒，我会未满十八，不会喝酒。对，行吧，来呀！好，刚才英文发疯，我们已经从三点唱到七点，他又给我再加四小时，就等于到十一点，疯了吗？我现在九点半，我已经快撑不住了，明天要上班，所以我就先绕跑了。OK， 请继续唱。不过他们里面哦，也是一个挂一个挂的啦，有在睡觉的，就是已经睡到还在吐之类的，真的不用这样搞事情。